Хлопці, помашемо.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Розвідрота 25-ї десантної бригади. Латвія, перше велике місто. Вільна!有個網友啊，温哥華人就講劉德華自己都拍完大隻佬都唔撚明嗰個因果報應論，自己仲走去拉共。咁啊，係嘅，即係唔可以 expect 佢屌你老尾有幾撚叻噶啦，係嘛？即係有時有啲人入撚咗個業障裏邊，佢哋自己都屌你老尾都唔撚知發生緊啲乜撚嘢。咁啊，當然包括俄羅斯人啦，俄羅斯係嘛？即係或者嗰啲冚家產撐俄羅斯去入侵烏克蘭嘅撚樣啦。咁啊，烏克蘭咧喺而家咧就有一個反攻翻佢嘅依一個嘅情況。咁啊嗱，詳情咧我就唔深究啦，即係我唔係軍事專家，費撚事講錯啦。咁但係咧，希望咧大家都有一個好嘅消息去講俾大家聽嘅。我喺好多嘅節目裏邊咧，特別喺英倫 low T 咧，我都同方展博有講過，大家都係話啦，喂，屌你老尾閪大撚鑊喎！我哋啲歐洲國家啊、英美國家啊，又通脹，能源價錢又貴。係嘛？屌你老尾，可能有排捱喎！屌你老尾，啲你冚家產嗰啲嘅執政嗰啲真係屌你咪大撚鑊喎！依邊咪好撚賴嘢，會含得撚橡皮糖啊咁樣樣。咁如果大家有睇過嘅咧，就記得我曾經講過一個嘅 topic 嘅話，嗱你喺度瞭解清楚喎，能源嘅價格嘅高企，或者係一啲嘅通貨膨脹，係咪佢自己本土嘅問題先，而係依一個嘅外邊嘅外圍因素有影響噶嘛？俄羅斯打仗係嘛，燃油嘅供應少撚咗，咁啊即係能源高企，好啦，依一個嘅 logistic 係嘛，依一個冚家產習近平作為世界工廠，特登玩封城又封區，搞撚到啲船啊，屌你老母冇人去卸貨落碼頭落啲船度，係嘛，又冇船期，係嘛，搞撚到啲 logistic 鬼撚貴撚到，喂而家搞裝修，冚家產啲窗簾幾撚貴啊，同啲人傾偈。冇撚計啊！鬼佬你啲嘢都 make in China， 好撚多嘢都大陸嚟啊嘛！冚家產好撚貴啊咁樣樣嗱 ，inflation 喺個 logistic 嗰度有一個好撚大嘅一個 contribution 嘅一個嘅影響，貨源亦都係唔充足嘅貨源出撚咗嚟依一個其他嘅地方裏邊，依個就係依一個係嘛地球一體化，大家太習慣咗啊，係靠個世界工廠供應大量廉價嘅貨品，等你班咁啊冚家產去 Walmart 啊，去 Target 啊，去買平嘢啊，執平嘢啊，好撚開心啊，咁樣樣嘅依一個情況係嘛？而家啲嘢少咗，啲嘢貴撚咗啦，係嘛？咁啊屌你老尾！所以兩兄弟就夾鳩埋，一個就搞 logistic， 一個咧就搞鳩啲能源。咁啊屌你老尾閪啊！等你班撚撚啲能源高企啊，通貨膨脹啊，就閪冧啊！屌你老尾閪！咁啊佢哋啊屌你老尾就冚家產，睇你班撚樣會捱得到幾耐？頂唔撚頂撚得順係嘛？屌你老尾閪！我係速戰速決搞撚掂烏克蘭，你哋班撚樣就屌你老母就 suffer。但係你而家睇撚到啊，俄羅斯撲鳩曬街係嘛？我睇咧真係好撚快咧，就真係依一個澤連斯基真係好撚勁。堅抽嘅地方咧，今次佢點解會屌你老尾搞撚到依個俄羅斯閪冧咧？原來佢玩依啲聲東擊西嘅依一個嘅策略啊！嚇依頭就唔知打邊區，就引鳩佢哋將啲兵咧就去撚咗個區頂撚住，殊不知咧。就頂你個肺啦！就屌你個老尾閪咧！就走撚咗咧！就攻另外一區，咁啊搞撚到佢哋咧就冚家產！就屌你個老尾閪啊！就嚇唔夠兵，就俾佢反攻翻轉頭。咁啊詳情我唔撚多講啊，大致上係咁撚樣。咁啊，但係你可以見撚得到佢哋好有一個嘅做法咧，就係頂撚住個雞頭，好唔撚去屌你老母去屈服係嘛？唔撚去屌你老母去妥協係嘛？唔撚去屌你老母去認輸。屌你有咩就落收翻2500平方公里嘅依一隻濕地，咁啊分分鐘咧就即係屌你老味，而家又仲有可以有萬幾個俄羅斯嘅士兵咧喺俾人圍鳩住佢走唔撚切添，屌你有咩真係含得撚橡皮糖，咁啊所以俄羅斯就玩鳩完噶啦，
俄羅斯玩撚完咧，屌你老母習大大咧，就屌你夠唔夠膽打呢一個嘅台灣咧？咁啊，即係如果佢想死嘅咧，咁啊冇人幫撚到佢嘅，係嘛？咁啊，所以咧就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都覺得有一個嘅光明點出撚咗嚟，隧道嘅盡頭就見撚到呢一個嘅屌你老尾嘅光芒嘅呢個地點係乜撚嘢啊？就係、是、屌你老炳閪，即係呢一個嘅俄羅斯會玩撚完。打完呢一場仗會認輸，甚至無可以國內裏邊美國有啲嘅媒體透露咧，都認鳩咗輸啊，知撚到咧佢哋就屌你老味，閪冧咗噶啦，已經係輸撚咗噶啦。咁啊，從各方面得到嘅消息啦，上集都有講過啦，即係衰撚到要問北韓馬炮彈嘅，即係冚家產啦，逼鳩啊習近平要見佢，唔撚知追債啊，問佢啲咩投資啲錢幾時回翻籠俾佢，定係你條冚家產褪同使鳩咗啊，定係問佢借錢啊，定係問佢屌你有咩要支持佢啊，定係點咧？咁你都可以見撚到普京咧就急撚到咧就瀨屎咁撚滯，咁我就覺得咧就喺呢一鑊嘢裏邊咧，普京應該就輸鳩咗咁撚滯噶啦，咁啊希望啦，即係。快啲嚇，即係認輸，唔好搞咁撚多嘢，減少生靈塗炭。因為烏克蘭就搶翻大部分嘅依個地方，係嘛？嗰啲一眾嘅撚屌親共媒體啊，喺加拿大裏邊啲乜撚嘢 AM1470 啊、1320啊，每一日啊都有啲咁嘅冚家產裏邊咧就屌美國，又話美國喺度搞搞震。如果唔撚係烏克蘭一早亡撚咗國，咁啊場仗就完撚咗。喂，調翻翻轉頭嚟講喎，呢啲咁嘅冚家產。係嘛？即係你不閪撚到咁撚樣，你去打鳩人、侵略人哋嘅國土，你跟撚住就屌你老尾就砌撚咗落美國度，又話美國佬好俾武器佢啊，又話美國佬一直去東進啊、北約啊、東進啊，搞撚到俄羅斯忍唔撚都要打鳩你，咁啊屌你老尾，你而家打你輸撚咗咁多地方，又繼續佢屌你老尾唔撚認輸，等俄羅斯繼續再打咪生靈塗炭，咁撚樣都會有嘅喎。屌你老尾閪，調翻翻轉頭嚟講喎，嗰扎嘅華僑，屌你老母嗰啲死老嘢，你班咁嘅撚樣。冚家產，你真係快鳩啲死啊！係嘛？邊撚個冚家產去聽 AM1470 啊？屌你咩咩1320啊？全撚部啲冚家產死全家！呢啲咁嘅台聽佢都嘥，屌你老母生臭狐，浪費人生光陰！冚家產，我老豆成日都去屌你老母走去聽，我就冇人準你聽，唔撚好聽呢啲咁嘅屌你老母，聽撚得多都會黐鳩線，係嘛？講真，你而家屌你老母輸撲街就好啦，輸撲街咁啊！屌你老母就好快世界會翻呢個新秩序。咁啊，起碼啦，即係希望啦，即係依啲嘅國家裏邊就面對西歐國家裏邊面對嘅困境啊，面對嘅麻撚煩嘢啊，希望咧好快咧就即係隨住呢一場嘅戰事，盡快去告終，一切都回復正軌。咁啊，依一個嘅冚家產習近平咧就唔好撚再亂嚟。你想屌你老味亡國滅種嘅咧，你就跟撚住俄羅斯去。不過咧，有啲人咧真係講唔撚明嘅，有啲人咧真係戇撚鳩嘅。有啲人咧明知不可都閪冧啊，都要將成個民族國家黨冚啊冚家產拱撚到絕路嘅，呢、這個就係習近平啊！即係我理由相信咧，即係佢20大咧，佢一定會冧莊。而佢冧莊嘅呢一個嘅屌你老味換回人哋嘅支持咧，就係屌你嘅老味閪要攻打台灣，要將台灣武統嚇、維持一個中國嘅屌你老母嘅完整嘅呢一個嘅版圖。你趁俄羅斯閪冧去打俄羅斯啦！你咁撚老打！屌你老味攞翻呢一個嘅海參崴啦，冚家產！屌你老味閪，海參崴你又唔敢夠膽去攞，台灣攞嚟把撚咩？屌你老味，冚家產你攞翻啲土地先啦，咁撚多，屌你咩地方跌撚咗俄羅斯嘅手，你而家趁佢閪冧要搶翻佢翻嚟啊嘛！習近平打大佬就緊㗎啦，屌你老味出賣大佬就屌你咩中國人嘅特性嚟㗎嘛！而家屌你老母陳慧敏賴嘢，你做依類嘅係咪喺背後捅鳩佢背脊？屌你老味打俄羅斯搶佢啲嘢，屌你威翻次啊，冚家產！屌你有咩打台灣冚家產你就隔撚咗個海你又唔撚掂係嘛？人哋啲航母啊擺撚曬喺度，因為你搞撚到日本仔嚟打狗你，咁你真係撲街冚家產啊！明唔明啊？咁啊，所以即係大份人心係嘛？聲東擊西，閃電戰，收翻曬啲屌你老尾嘅平方公里嚇，即係嘅土地翻嚟啊！依一隻真係透氣揚眉啊！即係一件咧好揾開心嘅一件嘅事，即係希望啊，即係俾大家知引得到咧嚇。真理咧就真係永遠咧個天咧個公義咧可能咧就會遲到，但係絕對唔會唔到咯。咁啊，依一個係一件嘅好事嚟，咁啊，咁啊，希望佢哋俄羅斯盡快收皮嚇，即係俄羅斯國內裏邊反對普京嘅聲音就越嚟越多，普京踎唔諗住係嘛？屌你老母習近平，你冚家產，你又唔好撚亂嚟搞鳩台灣係嘛？咁啊，繼續打落去咧，俄羅斯咧要人冇人，要錢冇錢，要武器冇武器，其實我都唔撚知佢攞條撚打落去啊！大家攞石頭攞棍木棍去打仗都未撚定，係嘛？黐鳩線嘅。咁好啦，我睇睇依一度都有單新聞咧，都要最後都要同人哋講講嘅。
好，等我翻嚟我呢个位先啊。等我一阵间，好，去翻呢一度先，我揾埋呢几张图，讲埋之后应承咗有位老友要同佢讲讲嘅。咁喺度啦，即系希望各位老友啦，即系喺香港里边嘅，如果真系有咩方法可以帮到呢一位遗孀嘅，希望就即系尽量帮紧到佢啦。咁亦都政府尽快介入啊，即系去帮助佢哋，即系唔好再做埋啲戇鳩嘢，唔好再做埋啲屌你老味啊，即系唔捻定使嘅嘢吓，搞啲咁嘅羊村绘本啊，屌你咁样浪费公帑，呢啲嘅民生上面嘅嘢就完全都唔够做噶吓，屌你老味就最捻针功啊！好，跟住咧呢度最后一度嘅应该要。讲埋先啊，等等。好，咁啊，今日系哥哥嘅66岁生辰啊，忌辰系嘛，咁啊，即系喺度咧一众哥哥嘅 fans，咁啊，即系好好地怀念啊哥哥，听下哥哥啲歌啦，系嘛。不过我都系希望觉得哥哥早走咗系一件好事嚟嘅，点解啊？因为屌你老味，俾佢见到个乌烟瘴气嘅世界，真系有辱佢嘅雅听雅视啊！真系，唉，好捻彩佢走捻咗，系嘛？好，呢一单嘅嘢，呢一单嘅嘢咧，就系、是、真系黐捻线嘅，即系啱啱喺过节之前咧，就呢一个 low boundary 嘅呢个铺头喺荃湾店咧，突然之间咧就俾人突袭，然后就系查究佢有啲人有冇屌你老母有针卡嘅上载啊，有冇屌你老母嘟捻过啊咁样样嗱。公司嘅辦理人咧就講撚到明咧，就真係一支撚到去班撚樣搞搞震噶啦，就行撚定人喺度咧就有屌你老味咧，就係、是、有 make sure 咧個個都有嚇前後底面啊，首先都安心出行，然後照一照你嗰個嘅針卡啊嗰樣嘅嘢，咁啊但係咧 so happen 咧就屌你個老味閪咧，唔撚知點解差佬到場咧搜嗰啲每一個有啊 check 下有冇呢一個嘅 record 咧，竟然揾撚到兩個人咧就係冇嘟呢個針卡嘅。咁啊，舐嘢啦，跟撚住就14日啦。咁啊，14日就成個中秋節嘅假期咧，book 撚咗台就全鳩部咧就要屌你老母 cancel 曬去推咗佢推單啊！屌你咩熄燈啊拉門啊，然後山閘，屌你老母14日。咁啊，即係原佢哋就話一定嘅個個都 check 鳩曬嘅啦，但係唔撚知點解仍然有兩個走網之餘，咁啊，即係大家都唔好問點解啦，明就明，唔撚明就唔撚明啊。咁但係你咁樣嘅繼續去再搞法，喺香港裏邊做生意。真係閪撚個臘肉，講真，佢入撚咗去，冇人嘟過依一個嘅針卡，又屌你老味閪，又有啲乜撚嘢咁樣死人兼冧樓，要揾咗咁撚多嘅黑警，屌你老味差人走去依一度要大陣仗去做啲咁嘅撚嘢，對依一個嘅疫情嘅控制又有啲乜撚嘢嘅幫助，係嘛？不如執鳩咗佢，唔撚做好撚個啦，係咪啊？係嘛？即係點解你又唔去搞鳩啲乜撚嘢？富林啊嗰啲嘅地方咧，係嘛？屌你個老味閪！嚇！點解要搞鳩一啲嘅黃店啊？搞鳩一啲屌你個尾閪冚家產香港人去有自己嘅共同嘅政治取向，同你政府唔撚同嘅地方，你又去搞鳩人，大家都明撚晒點解啦，係嘛？正經嘢就唔鳩做，跟住搞撚咗人14日冇撚飯開，係嘛？咁撚樣搞法，人哋點撚樣去捱啊？執撚咗，屌你個尾閪！你有冇撚諗過其實害鳩翻自己香港㗎？人哋屌你咩執撚晒啲餐廳唔撚做，多人失業，冇錢開飯，逼住劏房。屌你老味閪嚇！呢一個嘅屌你老味嘅情況，好撚好玩咩？香港高失業率好撚好玩咩？香港啲鋪頭執鳩晒，係嘛？業主收唔撚到租，通街吉鋪，講乜撚嘢香港嘅古仔啫？你叫咗啲人嚟到，屌你咩十室九空，間間都屌你老母吉鋪冇人要營業嘅，好撚好玩咩？玩撚死撚咗香港，你班撚樣好撚過癮咩？倒埋啲戇鳩嘢，整撚死咗香港，大家攬炒嘅就冚家產，屌你！而家冚家產，屌你老味，全世界閪冧期，就屌你老味，你阿民生咧，你班咁嘅仆街，搞埋啲咁嘅政治嘢做 show，懶係防疫，黐撚線嘅，你有冇撚睇過啊？英女王啊，嗰日個追思離殺定係點喺聖公會搞啊？喺教堂裏邊啊，幾撚多人聚集啊？邊有人戴口罩啊？得兩個我見到嘅，一個就係華人，一個就係黑人。屌你有咩人哋會唔會爆疫啊？冚家產，你一班撚都做緊足晒，唔撚記得都針紙，使唔使咁樣搞翻嚟14日都屌你冇飯開啊？執撚晒冇人交差樣啊？咪你覺得啱啊？屌你老味閪，冚家產，斬死個南亞裔，如果我哋捉齊人未啊？屌你老味啲濕槍揾齊晒未啊？
屌你正經嘢唔撚做，就喺度搞埋啲位位五千，你老母閪咁啊！所以唉，真係好撚氣憤啊！即係你見得到正經嘢唔撚做，做埋啲戇鳩嘢，係嘛？屌你老母去執管啊，去監控啊，啲工程啊、基建啊嗰啲啊，屌你老尾閪就懶懶散散，死咁撚多人，係嘛？然後跟住話捉到佢有刑責，就真係要罰重佢。你使撚罰重佢咩？你做多啲 precaution 嗰個啦，朱閪李家超，你識唔識管治噶？precaution 又唔撚識做，咋咋冧公佈開精準，屌你老母而家有幾多地盤？话俾人哋听，即刻揾啲专家去理解清楚佢有冇犯例，防范于未然先啦。即系呢一个好似你哋防疫嘅态度一样啫嘛。明知佢带菌，明知佢做嘢偷工减料，咋咋冧去炒清楚佢有冇捻，屌你有冇犯例，搞捻掂佢嗰啲嘅地盘先，唔好啊！屌你老味冚家铲濑嘢先啦，猪閪做特首冚家铲，做契弟你又识，屌你老母閪笑捻住口度艳英女王，你个冚家铲。好啦，讲完啦，今日 OK，咁啊。今日系咁多，咁啊结束今日嘅呢一个老香港 Morning Glory。咁啊，屌你咩大超值啊！今日冚家铲做喺度11点咁样滞，饭都未得食，我喺度傻咁样滞。咁好啦，咁啊，听日嘅呢一个老碌街咧，就系呢一个总理同阿伟哥同埋鸡鸡啊总理出巡。咁啊，我就希望阿伟哥同埋鸡鸡啊总理佢哋咧就去巡下呢一个秀茂坪嘅安达臣道呢一个嘅地盘啊，行下嗰边附近嘅吓，即系附近顺便去行下睇下视察下民情。OK，咁啊，今日系咁多啊，各位老友记。啊，即係有機會嘅，都去英女王嘅地方嗰度啊，鞠個躬嚇，即係獻下花，聊表一啲嘅心意啦。OK，今日係咁多，拜拜各位老友記。各位 MHK 嘅观众注意啦！由2022年1月1号起，鳄鱼潭只会上传到 MHK.TV 嘅网站同埋 Patreon，只供会员收看。每月并会上传不少于10条嘅影片。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鳄鱼潭嘅，可以去下列 MHK.TV 嘅网站付费，同埋到 Patreon 注册会员。查询电话39558673，WhatsApp 98108874。